新闻插播，江山消息，紧张紧张紧张，拄结婚一届的春花啊，闹要离婚，原因是呢，相亲的时没人报啊，阿去可能伊讲，天花也是伫咧检察官啦，谁人知影呢？天花不是伫咧做检察官啦，你是伫咧做检菜官啦，春草啊真生气，没人报啊，阿去可能就倒伫咧病院，此事呢由双方的大伯调解当中。大林江消息，住伫小港大林江的林无涵呢，离奇失踪了。根据林无涵因阿母讲呢，这个囡仔真爱水啦。最近为着体重45公斤变55公斤的关系呢，拢关伫个房间，唔肯出来食饭。这几天呢，实在看袂过啊啦。要入去伊个房间叫出来食饭，想袂到囡仔失踪去了。因阿母赶紧报警。警方表示，林无涵的房间有6罐空的药罐啊，药名叫做减肥10公斤。警方将伊这条有力的线索呢，继续找寻林无涵的下落。听闻消息，听闻军区安心部队曾传出现役军人炸军火逃亡的事件。根据安心部队部队长邱吉宏讲呢，上兵张汉忠因为吃饱伤用的缘故，伫昨下晡扛了35快炮准备逃兵，想袂到呢，还未扛到营区的门口，就体力不支，倒伫涂骹喘，爬袂起来了。目前军方将上兵张汉忠移送军事法庭审理当中。洪山消息，拄只假释出狱的洪山小分子龙安呢，伫无外久的时间，又搁再度入狱了。根据龙阿讲呢，伊即摆出狱了后，想要脱离黑暗的江湖，为国家做一寡代志，但是心无一技之长。看了报纸报道，讲外国傅士扬逃离的新闻了后呢，让伊想到要为咱的国家中央银行服务，就是傅士钱呐，俗称印假钱。但是龙阿印假钱印无几张，就被警方查到了。原来龙阿呢，伫个伊印假钱的场所的门口，佮挂一块空板，写着台湾中央银行委外复制钱研究中心。也就是北京语的台湾中央银行委外复制钱研究中心。哎呀，这是戆啊，是天！气象报道，明仔是选举的投票日，各政党呢拢要求幸村啊会当报好天，安尼呢民众投票意愿才会增加。因为政治的因素啦，所以明仔全国拢好天。沿海方面，沿海方面哦，因为现在也想不出要报什么，不然这段跳过好了。风台动态，咱顶摆讲到呢，本届要伫海上进行大对决的两个风台，摩林谷甲普拉姆呢，这几天要准备月考，就是月考啦，拢互关伫厝内读书，所以这摆呢无风台最新的消息，请听众朋友呢注意本台风台动态报道。以上是咱汉字之声广播电台本部独家所提供。由本台特派记者邢春啊为您报道湖北台新闻，感谢收听。